OK。嗨，大家好，我现在置身于一片花丛当中。你猜我现在在哪里？这边就是镇江的网红景点啊，江海之门。这边打卡的人特别多，就是太晒了。阿飞，好玩吗？阿飞，全都是花，而且是黄颜色的花。小小也走过来了。是啊，哎呀，竟然在这边拉了一坨屎。你不是就喜欢花吗？嗯，就是那种花海的感觉。太好看了，置身于花海，我眼睛都睁都睁不开，被这个阳光直射。好了，不玩了。小骆驼和小马。小狗呢？小狗在这。喜欢拍照片的朋友可以过来玩一下。江海之门，我们现在来到了金山湖，我们即将进入一片水杉林。特别特别好看，有没有发现？特别特别好看，特别特别有感觉。这种树而且特别高，小狗注意安全，小拉菲注意安全。下得来，上不去这个，这可咋办呢？那必须还得小小抱一下。现在呢，各个公园里面都发布了一个命令，就是必须牵着狗，不能不牵狗在公园里面。大刘又来到他的伤心之地了，在哪摔的呀？大刘？那边。对面摔的。嗯，因为床那边碰到了。对啊，真有一种下江南的感觉呢。这边个五平船，嗯，这边一个亭子，哇，听到这个水很鲜啊，小狗也特别喜欢喝。阿飞，哇，这边好多石榴，石榴姐。我让你们看看石榴节呢，石榴，看到没有？这就是石榴。你们那边多不多呢？我们这边有很多石榴。石榴，小狗，你过不来，你过不来的啊！呜，回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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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也玩了半天了，可以回家了。这些花都不算贵啊，啊，
都是十块钱、十五块钱、二十五。这边是十块钱，还有这边花十块钱。Thank you.